Hello, 今天吃火鸡面还有三个粽子，我来先尝一个火鸡面。肉冻，嗯，你们的肥肉好好吃啊！放点泡菜，选蛋黄，蘸个火鸡面料，每天都要喝哟。这碗是黄山碱水豆，里面都是豆沙。最后一个大肉粽，
快完了。准备先吃。